姐姐，你认为我们现在肚子里面怀的这个是什么呀？肯定是弟弟呗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。啊，好好吃死。那个小孩说，我女儿是星星，我去参加那个什么呀，就是春游，第一次哦。第一次，然后我们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唱《春游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题目就是春游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我们就可以唱音乐老师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。去了就好好玩啊。嗯。嗯。要拿什么东西吗？这块写的有。是盖垫，每天晚上不隔壁。要这一这一盒吃完了，给我拿一盒进来吧。每天都喝，每天都喝一点。哪个喊就玩走心的？哪个允许你去玩走心呢？哎呀，你这个小，在那里呀、啊？那个货架那里呀、啊？啊？对对对，就这个。这是桌上的呀？不是这个。这个也放这里吧，没事，就是那里啊，那个沙发那里，那个箱子上面。现在我的女儿两个都喊得动了，我有点热，我有点热，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个这个短袖，刚刚洗澡出来。一盒大一盒小，你要哪盒？这个大的没有了，这个盒小的放到那里面吧。嗯，好滚了，滚！我们快睡觉了。呵呵嗯，今天晚上有。大家好，我妹妹。有时间来，姐姐，我先问你，姐姐。问你个问题哦，采访一下。大家好。不要说话，安静。大家都安静。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一点都不钉死鬼，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哎，不能这样子的，说了呢，安静就安静啊。你怎么不遵守规则呢？姐姐，你认为我们现在肚子里面怀的这个是什么呀？肯定是弟弟呗。你看那里都一个弟弟。我到你了，妹妹，到你了。肚肚里面是什么呀？肚肚里面是弟弟。他肯定有我的答案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。下面很多人都来看。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都写的就是小孩说的，就是对不对？我是爸爸。我们这个就是到时候我们见证一下哈。我也不是很相信的。哎，不要闹。但是如果不是弟弟，就是龙凤胎。我的天，你这个回答好像年龄大了，是龙凤胎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因为上次那个，我们是给妹妹看干妈的那个，她说在爸爸那边就是弟，在你这边就是妹妹，但是合起来就是龙凤胎。我的天，下面我们到时候八月份见证这个。小孩说的对不对啊？但是我已经见证了一个了，这个我怀的这个老二的时候，他就说对了，每一个人都跟他说，他说的，他说的，你妈妈怀的肚子里面肯定是弟弟吧？他说不是的，是妹妹，一直都是这样子说，所以呢，我还是比较那个的，但是这个我就不知道啊。这两个都说是弟弟啊，我也想见证一下到底是妹妹。是妹妹说过是妹妹。嗯，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说是弟弟，后面呢他又说是妹妹，然后最后面又说是弟弟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。你希望是什么？我希望是龙凤胎。又回答这个，我的天哪，吓死我！真的是，我姐姐真的是，她说，她说，嗨，礼貌，为什么没事？嗨，啊，就是人，不能这样的，这样子行不行？
保守秘密。哎呀，你这个话，保守秘密。他跟着我在一起，上一首歌好吗？姐姐先唱。春游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白云秀秀，阳光柔柔，金山里吹一片锦绣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。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谢谢大家。哇，真棒！姐姐真棒，棒不棒？那你开你啦，开你上一首啦。那要说谢谢大家，听到没有？你哎哎，唱小白兔。开你啦，唱小白兔吧。那你唱小白兔好吗？哎呀，我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阿叔，妈妈不会唱。两只黄鹂鸟，阿西阿西，哈哈在笑他。葡萄成熟还在的很呀，你唱吗？我给你票。妈妈不会唱。你唱，你唱呢？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，我们三两母在一起真的是幸福，这个就是真的陪伴他们的时间，也许小孩要的不多，这就是要的陪伴。挺幸福的，羡慕我吧。